怎么样，这地上大娘？这是多了，这满山遍野的。来，来扶手。啊。太高了，下胳膊。行，行，这么把着正好，老太太啥的。我拿点粉儿上来去，老妹儿。啊，赶快下来，小哥绑着点，下的时候绑着点。你看，大姐还夹着包来，我嘚瑟走。哎呦我去，太遭累呢。你是想往上，现在拿怎么去？对呀、啊，都省劲儿了。这么的哈，来回抻，来回抻。啊，不用一个吊篮，你拿绳子拴上就行。啊，行。不是，整个小筐，就整个小筐就行。对，整个小筐完了，来回拽。这两边扒进来一刺儿。对呀、啊，一刺中间，不要，一刺中间，完了烤。别生火了，先吃完了再生火，要不然就哪去？咱俩一看，我吃不进去呀。吃。干活。嗯。先把苞米炒。咱们得生引炭得引一会儿呢。你会引吗？不会呀、啊。会引什么？咋这么闹？这么闹的？啊？你不会你做啥生啊？谁会呀、啊？你找一我学着生呗。我今天不会，我也得生啊。反正我俩都没摆动。一个个揪。你这个太聪明了，你掰不动的。哎，这玩意是不是给炭搁这顶上？炭搁顶上？啊，炭是搁顶上吗？是。你炭就搁底下去吧。你俩老的吓我，先问大哥。我有点害怕。哭咚哭咚的呢，咋还？差不多了吧？差不多，咱们就先烤上。上人儿，差不多。上人儿。上人吃。那你搁这儿，找不着，就盖小球鞋了。找不着。这不就能找了吗？等一会儿，等一会儿，找一会儿就好糊了吗？刚搁两分钟就糊了啊！证明它着了。着了，怎么不着？你上那块儿成热了，那下、我不去了。来吧，试试。威廉，这着来。你快开门帘子，我烤。哎呀，这块好的，这块火热硬。还有烤炉吗？啥样呢？啥样啊？最古老笨的，对，笨啥样？笨成啥样啊？烤苞米你专业才想起来。是啊，我看那你要烤了，我寻思我就先别抢了，是不是？别抢了。烤苞米你专业呀，老大先来，跟小崽不能抢。才想起来呀。哎，你当时烤苞米也煮好吗？没有，搁炉子里。搁炉子里啊。搁烤炉呢？烤苞米的炉子呢？卖了。啊。完那玩意得搁手来回颠，啊，翻。头开始烤的时候，一袋苞米基本上没卖几穗，都烤糊了。搁那窟里就忘了，完了，一拿出来一下糊糊了。啊，完老弟说没事，练练就好了，就搁这一袋练，还是练成了。哎，威廉，你瞅啥呢？先吃点骨头吧，吃点肉。可能吃了，可是好喝，烫啊！好吃，哎呀妈！
天天讨论就吃苞米。啊，嗯，上面先看咱们烤苞米。买那烤苞米不好吃。哦，这样好吃。买那烤苞米。那样式没味儿，那个味儿。那个苞米它不是当天掰完就烤的，它得过夜了。过夜就烤焦。对。大姐夫，你不来一块儿啊？来不来？啥时候吃肉呢？你肉还没烤呢，你怎么也喝上酒了呢？老张，夸大夸。解解解解渴。